韩国人气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的33岁成员李光洙出道多年，绯闻不算多。不过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长颈鹿终于宣布恋爱了。当天有韩媒报道，李光洙正在与24岁的女星李先斌交往。两人两年前9月透过 Running Man 认识，李先斌曾在节目中指认李光洙是理想型，而李光洙同样在 Running Man 中开玩笑地说自己跟李先斌在交往，更扬言准备下星期宣布结婚。而两人从前后辈关系发展成为恋人，据知身边的亲友都知道二人交往的消息，李先斌把李光洙介绍给身边的艺人，而李光洙也会带女友出席朋友聚会，并且会毫无避讳地称这是我女朋友。对于爆出恋情，李光洙方面也大方认恋，直认二人是透过 RM 认识，目前已经交往5个月。另外两人恋情曝光后，网民跟媒体都不断地回放二人在 RM 的片段，发现除了李先斌在李光洙面前特别开心之外，李光洙也似乎对李先斌特别呵护，貌似二人在当时已经有了好感。而李光洙在 RM 的搭档齐时成在恋情公布当天，在电台节目上被听众问及知不知道李光洙交女朋友一事时，齐时成就大赞二人，指李光洙的人品非常好，李先斌虽然不是很熟，但感觉还不错。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